关于在土豆，猪尾巴。今天举着他们中考，等一下再煎个荷包蛋，橘子二次荷包蛋。我呢已经是准备三个菜了，还有一个昨两天吃剩的那个红烧肉还没吃完。我都感冒好几天了，是越来越严重。今天买了药，在家里躺一天，也看直播去了，看我们那个龙舟，下午马岩去参加总决赛，很厉害。他们昨天把那个龙船啊，从公路坪抬啊，抬肩膀抬到了我们镇上，然后今天再步行又去我们县里面，所以我现在好想看，现在要到延门了，快到我们县城了，但是我还是要给橘子依依他们煮饭，所以我决定随便炒一下菜算了。下雨了，来了来了，欢迎回家，辛苦了考试。挺简单的。挺简单的。我化学半个小时就写完了。哪个半个小时啊？化学啊？化学啊。关键你要检查，你们是答题卡是什么？答题卡加试卷啊。那答题卡你们对呀、没写错了，别一题写了二题去了。我一个小时把物理化学都写完了。那么简单，那你直接检查了啊！对我最怕你们就是把一题答案写了二题答案那种的，那完了。但是还是有点害怕，因为越简单的我考的越粗心。对呀、还是有点害怕。那你检查了吗？半个小时写完那么多。好久。那就行了。写的题我看了三四遍了都。语文呢？还是害怕，语文也还好，语文我提前二十分钟写完，之前都是赶着写的。作文呢？那作文很简单。写什么呢？就是说。走出第一步才有第二步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反正写了几百个字。辛苦了，吃饭。哦。我一直在看泸州谁菜，可能炒的你尝一下，看好不好吃。我在看我们公屏，就麻阳的那个队伍。好的。明天考什么？数学、历史、政治。今天不难的话，相信明天，希望你也能好好考吧。